们家庭赴南上岗第一天，哎，先给买个工具。在我们家就业四五年的吸尘器也要下岗了。你看什么呢？你不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远嫁日本的金姐。今天我们准备去买一个新的吸尘器，我已经研究了好长时间了，现在暂定夏普啊，因为它有两个电池。本来想买个带线的，它可能能用的时间长点，但是有点太麻烦了，所以说再去看一眼。我买东西哈，不是一次就能买成功的，就得看好长时间才能成功。又是看价格，又是干什么，得上店里跑个最少两遍。说挣钱不容易，花钱哈也需谨慎。嗯，阻碍经济成长的我，继续阻碍经济成长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上次去的呢是 Nojima Denki， 这次呢我们去 Yamada Denki 看一下。其实日本有很多这样的电器店，他们里边的东西哈，虽然说价格差不多，但是也是有区别的啊。而且呢，有的地方可以打架，几乎。我现在呢正在把我们家就是尽量的东西弄少点，你比如说哈，我这要买东西了，同样的东西呢我就尽量的早点给它处理掉，以防家里的很乱，放着好几个，这样慢慢的那家里就跟仓库一样，处理不了。絶対買いたい。じゃあ山田電機の駐車場に入れるよ。嗯。もうすぐ。看见一个小跑车。啊，勤劳的老公，爱走路。上这个店来看一下。那得好好捏套路呢，我卡细哟。这车子一带过来呢，看看，拍视频用的。好多装备，看见吸尘器。人都说了，这种在国外卖的可便宜，就在日本卖的贵。要的就想要这个啊，这里怎么这么贵啊？这个48000，太离谱了，10000多。这是等着我讲价吗？这是上面还写着可以讲价。太离谱了，这样啊，买个吸尘器，这两件是太厉害了，不挺好玩的，这个样子，有点像那个水枪。我金额会全然違うから、びっくり。ここ、あ、違う、36000。ここ。なるほど。じゃあいいです。看这一堆一堆的，口袋烂了呢，口袋。9万，哎，9万じゃない、5万的。これどうやって使う？これ。これ。国内过来嘛，使えばいいけど。2.55kg。あと今までって標準と強の2種類しかなくて、強にするとすぐ電池切れ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が、今エコモードと中間モードと強のになったので取れたんですけど、隅っこのゴミとかはちょっと。啊，那它拆也碎。嗯，拆也碎呢。一般我5-6年的，报销了。嘿，我们家庭赴南上岗第一天，哎，先给买个工具。爸爸，走。嗯。买上啦。现在东西啊，真的是同样款式的啊，它里边就是不一样。这上面还带着那个，
啊，梅西，今何時なの？どうで来れるの？买个吸尘器搭顿饭，看看这高兴的，皮卡皮卡的那包，真臭味的。来吃拉面了，又来。看这个工资哈，1200、1500。那个还有，那个还有。啊？見ててから。はい、どうぞ。先ほど这个酒便宜了啊，看这酒瓶320。看，我先出来买点。看人流量还是挺高的，都打着伞。这个，哈林奈子米了呢。先，先，然后等回去晚上吃，都是好吃的。哇哦，甜甜圈儿。各种各样的调料，寿司、炸货，快，爸爸，爸爸要开箱啦！我就想叫他妈的，爸爸，谁刚从那抢走？谁走？谁刚从那？前との部品一緒じゃん。見て、あれよりちっちゃくなってる。这价花了2000人民币左右吧，比以前小了，但是用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。看我地上好长时间都没扫了，大约有几天了。只不过是这个地方变了，这上面有这个过滤的了。对。あ、あなたのあれだよ。食べ残し床にあるよ。落ちてる。ちょうどある。え？あ、そんな感じだよ。うん。ちっちゃくなって。できるように。そう。あなたのため買ったよ。快看快看快快快！是脱一下，赶快。不让用啊，先让充电。耶，扫进去的，应该扫的是。